哦，不滚了，不滚了，不滚了，走，走路哈，走路，哎，去解决它，这个绳把它戳到，那回家去家里面那边玩上去，要把脸蛋戳了就不好看喽，啊。我们这边有几年没长这种竹子，去年一根都没长，今年还长了不少，所以一根都可以吃两顿就行。为什么不留下我算了？哎，你，你像那个天天落雨，你看那个，你看他那个倒的有多的啊？走，快过来，来。那个是那边我听他们摆那边说，那像落那个大雨，那个那那种老墙垮了下来打那个人，那个人说当场那个打那个人。哎，我过来。走，那个不能耍了，他喜欢那一耍的嘛。专员没看他都跑这边来的。我估计那东西。你说你要把它拆了才行，我觉得。拆了也玻璃不是我们东西那么拆。那你也跟他常商量他那个东西，那个那个东西你想弄啥东西？也是我们的嘛，那随便拆拆，关键是还是邻居的吧。这不是那个竹子，你看到没有？你还去摇的？摇起来，新疆摇的都红布嘛，现在。我去摇了，快过来。容易一点，商量，跟他们商量，给他拆了。也去跟他。嗯，买了他们讲啥？因为你别他那个东西，那个像他那个细娃儿他们，他属于是你钻研，他有那个底下去抓起他，有那个细娃儿，他走路他都跟扒到那个草里面走，你万一把人打到了，是哎，这个都那么高危。说是这么说，也是看他们来他们愿不愿意拆，先跟他们商量下噻。那他不愿意要拆嘛？这东西，关键那个打到人那都是那个贼哟，打那个东西在我们那个屋旁边。他属于是，你看他那个耍，就是大人有时，你不可能大人属于是二十四把看到起噻。有些有时活累忙嘛，他这个温跑来是来了。他那个屋应该是那个本来是个烤火，没用的其实。这个还是以前的那个烤黄，就是烤那个烟的，好多年了，后来没有用了。但这个不是我们家的，是我们隔壁家的。这个东西在这里真的太危险了。我也听说我们那边那个镇上那边也是有个人就被这种房子倒下来打到了，因为今天的雨水特别多，这种瓦片那些多年没剪了，它又漏水，这个土层一打湿了就容易那个倒下来。这个东西我要去跟上面商量一下，叫他们一定要把它拆掉才行。好，这个家伙是不是这个小家伙？这个就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到时候真的倒了就麻烦了。好，拆了啊，嗯啊。